好，选到这个 CBD 特别场地，同时发起攻，灼热，直接灼热 ，OK， 很大弹哦。对，那个距离开是有可能前票的。好，同一头开场还不错，马卡马地道角落，地道角落先来一波活动。哇，这个距离跳，哎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了，就是Toyota之前已经曾经击败过代购，对对，所以我觉得卡巴要能证明他比代购还要强吗？哦，这个在实际对战中已经赢过梅原一次的卡巴，是在这边一定也是想要再击败一次Toyota，对，来证明自己是世界最强凯尔。没错没错，我相信很多外国玩家都觉得他是目前最强的凯尔，是。因为他们觉得梅原是最强的玩家，没错，对，并不是最强凯尔，最强凯尔是卡巴这样。对，好 ，EX 斩空左乐，哎，飞行道具的对抗，哦，这边差一点，卡巴这边落后其实蛮严重的，对，这边要找机会爆，他有 CA 的，他有 CA 的，对，哎，哎，利用 BT 二哈，哎，那个多段没有挡住，回头有在骗脚刀，所以要前跳一下斩空，对。我们卡巴发球要很小心哦，中旋风脚穿波随时就可能会过来。对，在发波的时候要注意哦。OK， 他这边把资源都拿来用一掉了，那这样逆转有点难了。尖端的 EX 国哈多，国修理，国修理，好，国修理，抱歉。哎，下一盘，因为一开场没有就进脚，哇，根本不管是什么啊，反正你有动，我就是旋风脚就对了啦。是啊，中旋风本身判定其实也蛮优秀的啊，确实是会这样子。对。啊，架 BS 的时间点有点不对哦，不过也没关系。卡巴没有换上，我有点可惜。这清线点现在没办法换边了，想要把这个角落的位置要回来，对对对，这不太行。哎，哎，脚刀漂亮，卡巴不断的利用 BS 强化气功，啊哟，中到左了，直接穿了，来了来了，脚后宰了，好，我换卡巴，稍微防一下凹，斩攻，要斩攻得逞。破修流，以左修流结尾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很漂亮哦，直接最低空的斩空，让你没有办法防范，说我是要斩空，也来不及用脚刀去打掉哦。连拿两个灯 ，Tokido 一比零领先。这跟前面的那个 VD 空差有点类似的道理，哦，居然没有升龙对空，因为你看不到，所以你难以去辨认它是什么，是，对。那没有办法完全确认的情况之下，对对对，可能会非常难以判断。对，连几个都没有，不知道是要架什么。主要是因为他后面的派生没出来的，他如果只要是派生 B 的话，早就比如说往前推这样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哦啊，这个确认没做好，这个哇，直接一眼小刀康吧。可惜，可惜这灯有点掉哦。二 K 打到康的话，应该是加五哦，他可以接五 NK 才对。卡巴，先拿一个盾。哎，脚刀有在等，不行。对，斩空对凯尔没什么用哦，要就叫米叉的。看是虽然对空没对到，可是做到了这个手刀。对，绵密的气功阵哦。对，这对于本来就是对豪武来讲是一个考验。对，很难过这个气功阵的，一定要想办法开始塞进角落。可以哦，很有耐心。哦，哎，想跳过头，头一头你会看到头一头那个 dash 跟跳路会比较多一点，那一定的，要尝试一些侵略性的进攻。哦，哇，哪里过去？哦，虽然有穿波，但是距离不够，下中脚暴毙，头一头射的来了，哦，防凹，下中脚，没有确认带 CA 哦，带 CA 也不是很好，就是了，因为打不死。哦，雀凡，对，这太近了，卡巴这个大意了，刺压裂空破，哎，头一头。返回一城，还好卡巴自己放枪哦。对，刚那个脚刀，他可能想说够尖端的，对，可惜不够，距离没算好。对，但是他这样也让托维都把资源全都吐出来了。对，这一灯会很难打，因为他不用怕你的一杀百鬼出现。OK， 对，他可以专心做他的专心做地面阵地战，对，地面阵地战，不用担心一杀百鬼哦。好，下动手对空，就只能跳而已啊。托维都。可能想要办法再多集一点资源哦。哎，啊，卡巴也是在，对，好来了，下段，好没压好，机会来了，机会来了，头一头机会哦，卡巴这边能撑住吗 ？V 反被拍到了，来不及，没有用，对，直接只是有靠近，加点灰啊，头一头血量，喷血又喷自己的 V 区的对手，哎呦，我抖了一下，中都没挡住，没办法切反，可惜，
IEX 双力步，因为双力步是没办法看到在防御的哦。对，太快了哦，都叫音速手刀了，对不对？这一段其实有点没办法，托雷托前半段就陷入苦战，是要逆转战局，必须要杀进脚后里头。对，偏偏就卡巴没有给他太多机会。哦，卡巴已经证明了他是拥有硬底子实力的开尔玩家，是，这是当然的、哦。不然他不可能再不会去打到八强，然后再不斗魂也打进八强。对，而且还跟托雷托目前处于一个拉锯的情况。是，我觉得这也证明就开尔这个角色真的稳定性是非常好的。对，我们八强一直都有开尔玩家。没错。对。哇，这阵地战根本好鬼逃不到这里、啊。好鬼根本就逃不到这里。对。托雷托虽然有赢呆狗，但是基本上这个对决还是好鬼很难打的。对，哇，而且这边卡巴完全掌握住了这个距离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普通的掌控完全就对开没太大。好，我这边发波暴击，我的角落还很远，怎么办？旋风脚换边，然后也只对应机器脚哈。对，好来，带字，他希文是先动，不过这边暴击没连断，对地方的掌控上去一定是负的。啊，后左摔，哇，这打到了，转翻了，角落怎么办？哇，防凹，他已经有 CA 了，打到了地方的脚刀。EX 魔修流，有我也会凹啊，只有你会凹啊！哇，真的赌命啊！真的真的，卡巴也是赌啦、啊，他不是 EX 的、欸，两边打到最后都在赌哦。对，啊不行，这条太甜了。哇，又是半条血线失去的开局哦。对，来了，拐拐、哦、拐到了，卡斯坦特一口气带角落。啊！虚拟啊！在防凹，在防凹！哇，这边骗到了。嗯，那基本上中前锋要过波不能用看的哦，不要猜的。要猜的，对。哇，走过去直接给压力，拉血管。好，投一个赌命暴毙，直接往前走。啊哈哈！放多了之后想省那个 Retrigger 没办法。对。但是好美 Retrigger 的弱点呢、啊？嘴巴还是波动消耗是 Retrigger。他没办法分别说我要放普通还是强化的。对，那个是暴力的状态。对，想省的时候就会有时候会这样。对，因为主要是发动比较慢的。嗯。好，下角角来了，角落投一投机会。一，这个时候凹了，他都已经用一个无有 P 做假动作了，结果还是不管了。啊。好，这是卡巴改变的对策，亲手点掉了白鬼。哇，卡巴真的也是不简单哦。对。毕竟其实职业赛场好鬼是蛮多姿的啦，即便都会都这么强哦。对，啊，角色对策跟招式对应绝对是一等一的。来了啊！可惜不是用白鬼劈。对，劈的话是正的、哦。对，这都是事前都已经决定好攻略哦，所以没有办法主动改哦。哦，好晚的 V 反。哇！第一个是 Flash Kick。哦，下路前盾都没有。哦，差一点你打到后。不要硬爆吗？啊，已经有了。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血摔，这边其实就不用省了，因为都给他。对，因为卡巴血已经不够了。然后要是卡巴这个血、这个血量，投一投就不会放多了。是。来，究竟谁可以以败部冠军之姿挺进到总决赛？卡巴1-2落后，哇，这次猜到了。哇，中旋风第二段命中可以追打哦！哇，哇，再说一个 Flash Counter， 再来一个 Miss， 没错，最大伤害哦！啊，角落卡巴痛苦，投一投一个棒，哦，这角刀厉害，做到筋斗云，下中角刀刀暴毙，卡巴要进攻了，卡巴的机会来了，哇！刚好抵消，对对对，刚好抵消 ，OK， 他无意之间刚好让他上身过去了。两边血量持平，远距的话是发不赢好鬼的、哦，因为他有灼热，灼热三段。对，好鬼发不赢开的是中距离，远距要灼热的。哦，他把应该要稍微提防一下 Tokido 的白鬼哦，因为卡瓦这边其实没什么资源。对，他再被 Tokido 弄倒，他就很难逆转这个局面了。对，啊，相较之下 ，Tokido 这边有三个 V， 一日带来啊。对。随时有机会爆一个，他想逼卡巴把气用掉，没错，用掉了。好，用掉了。头一头要来了，好来了哦，进攻的机会。
所以卡巴这边也主动进攻，对，他知道，他知道，来了，来了，下段砍的教练，这个完全当头一头剧本走啊！他就是要逼你把那个气给花掉，你还花了。同一头赛点来了，抓到了，你没有气。哇，严思康 ，OK OK， 这边用烟走刀解围，还好。卡巴一个，哦，空对空。他把这边主动进攻意识其实蛮强的哦，对，他知道不能够用龟的，用龟的会自己龟死自己的，对，这会出事情啊，没猜到，没猜到，看吧，还是很冷静，空对空，空对空，得逞了，战中手 counter， 血量为严重落后，投票，这边选择花气哦，对，来保命 ，OK OK OK， 帮凹，其实他把是蛮敢拼凹的一个玩家哦，好，各亮一个灯。卡巴要把战局带到二比二吗？别加一个，啊，被 PSP 推出去。卡巴已经被不敢动，这压力很大，因为有那个伊莎白的关系。用掉之后他就不挂了，可是已经快要又有了。对，没错。好，好球员来了，角落，瓜斯冈的乱动来中国的 ES， 火球流，卡巴怎么办？解了。下中脚暴兵，卡巴的机会来了，哦没有，哦这边刀暴进攻差一点，没有用，没有用，哦满堂的，可以摔，拉开来了，这样就可以回一下回血值，啊有，这躲了，来了，爆哦，徐敏，所以说要很小心刀，不能被脚刀扫到，有可能会接契约哦，对，哇这边很谨慎哦，因为他毕竟是比武，来来，伊莎最后一步射出去，他就不怕了，啊、掌控换边。哇，有了 PC 来了，啊，还是防高，大数点，好漂亮！小妹妹，挑战对手压场，卡巴也打得很漂亮，哎，卡巴打得好，对，卡巴真的打得好，罗德也再次证明。